是不是血洗落霞庄的真凶找到你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这便杀了他替你报仇。如果是，只能说明我愚蠢至极，竟然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什么意思啊？ 难道真凶是我们身边的人？云香，现在不是你该醉的时候。是苏家，你准备去对付苏明玉了吗？那个时候他才多大？ 先救莫言，你让我安静的自己待会儿，我没事。 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。